大家好，这里是天阳玄机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两种这个谎话连篇的这种面相特点啊。第一个呢是这个上唇呢、比下唇要薄，那么这种嘴型的人呢，一般呢比较重情欲啊，意志力非常的薄弱啊，花心而且多情的类型啊，看见喜欢的异性就立刻追求啊，但是如果是碰见更好的，也会毫无顾忌的寻求喜欢啊。那么在感情上是难有长久的时候啊，这是能说会道啊，会这个哄女孩子开心啊。那么第二种呢是这个嘴角两边的法令纹不对称啊，歪斜，这种面相的人呢，说话的时候啊可信度比较差，十分擅长啊用甜言蜜语去哄骗别人啊，尤其是对异性啊，其责任心是十分的单薄，没有什么责任啊，为人十分不可靠啊。这种法令纹两边不对称的人呢，是看起来是非常的这个，从面相的角度来讲是不值得信赖啊。好了，有关这两种啊面相的男人啊，当然这个图片是找的是女孩子啊，这个一定要看一下，这个法令纹很好看的啊，就这个两道啊，如果是不对称弯曲啊，那么就要注意。好了，这里是天阳学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